葡萄酒，葡萄紫色。先开酒，先开酒啊！看到这个整个一个 scent 就知道，当然我们今天去不只有我进去 Costco， 因为。卫生纸啊，牛奶啊，什么都要买，就一次把它买齐这样子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一瓶气泡酒，然后我觉得蛮便宜的，才249块吧。然后我觉得赶快，我想说喝喝看这样子。头痛吧？知道了。但是就是这种气泡酒的话呢，就只要不是在香槟区，它都不叫香槟，那它都是气泡酒这样。那它就是意大利的。对，我感觉好像不错，因为我不喜欢喝甜的气泡酒这样子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今天来配一点那个，寿司，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吃他们的鲑鱼寿司了。哇，哎，越来越厉害了你。奶奶好。给，好，奶奶玩。一定要点，你知道每个礼拜来一个仪式感，仪式感啊，喝个什么红白酒啊，然后吃个什么 sushi 啊。现在微解封，电影院很爆满哎、欸。你有爆满？九成啊，他们不是说九成？但他们是梅花座啊。哎，先喝喝看，先喝，帮大家试试看，因为这还蛮便宜的，然后果香味哎还蛮香的。哎，不甜。这个你可以接受。我可以接受，然后它比较 偏酸的。对，它偏酸。它香味蛮重的。我有看上去就是有一些水果的香气在里面。我来吃寿司。对，你先帮我炙烧，苏西师傅先帮我炙烧，我先来吃这个鲑鱼。哎，里面我又加这个鲑鱼吧。爸爸，爸爸，你要出来好吗？都是给小孩吃的。哇！很鲜，这样。入口。有海味。真的，你自己买一个喷枪现用啊。现喷跟那个，你去那个，我觉得只有那种苏西店的师傅，你坐在吧台，他喷完之后马上给你，才能吃到他那种融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有温度，对，它冷掉好像就没有那种
入口即化的感觉，我很喜欢它。就是我在家里自烧，我就是我还蛮爱的。就是现用，因为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油脂够厚。但是我还吃很没烧过的，嗯。然后我今天去 Costco， 然后呢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黑色星期五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只有开放那个就是走道，就楼梯就没有开放。哦，就是沿着斜坡这样上去。对，沿着斜坡上去，然后，其实我觉得以往我平日，因为我都只会平日去嘛，没有还没有那个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比平常人还要多，它整个那个停车场都是满的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是他们在结账的地方是全开，他不要让大家停留太久。所以其实结账都没有排到什么队。但是呢，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是会跟人家碰到的。就是像那个什么蔬菜区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全部都在蔬菜进去一堆婆婆妈妈进去，你是会跟人家碰到的。所以我们就是派一个人去就好。对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牛奶有限呐、限购的牛奶啊，还好有拿到这样子，然后剩不多，剩最下层的那一箱。大家还是基，反正我要是基本款，大家都会拿，对不对？他们的基本款这样子。然后他们一直在补货。看他自烧自烧，不太自烧。哦，你吃四个了。他饭店比较扎实。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是扎实吗？是冰吗？是有力吗？整坨这样子。再弄下去，我可以去日本料理店上班了。很专业的感觉哦。我要加加这个加加。很香啊，烧完之后这样闻的时候，用完很香，然后又有点那种波波带的那个咸味。那个焦香味。对啊，我觉得一个礼拜这样吃一次，我觉得可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接受。然后喝一个气泡酒，我也觉得可以接受。我觉得250很 OK 啊，而且它的那个趴数，它的趴数也是11%，11%，酒精浓度，而且它的气还蛮那个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补一点气。好啊，你把盖子全部拆下来，放在一起。好啦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，好不好？祝大家微解封快乐啊、还是要注意安全啊、可以的话不要去看电影。拜拜。